真的是咱盖子也不知道放哪里啊，轻轻放一下先吧。欢迎现在直播间的宝，左上角轻车熟路跟凯点点关注哦。我喝个水，我容易吗？我重点是这个水壶它不够大，这水壶它不够大，这就是正儿八经的壶呀，那还想它是什么东西。只是这个水壶不够大，而且它水壶的这个袋子不够长，一不够大，二袋子不够长哦。小哥哥说在虎门展厅门口，宝进来坐别着凉了，好不好？进来坐别着凉。咱在直播间看车的也好，看人的也好，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凯丽直播间哈，一定要进来一定要进来展厅坐一坐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哦。欢迎大家到店找展，到店找凯丽看车试驾，大门是敞开的，大门是敞开的，永远欢迎您啊，好吗？欢迎现在直播间的宝，因为现在这款车型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是正常工作，正常营业，到现在的话还有销售小哥哥在上班的，如果想进行专业的顾问讲解跟产品介绍，咱直播间应有尽有，后台有专业的小哥哥小姐姐回复大家哈，好不好？想看看领克零二是吧？咱右手边有一台领克零二，但如果是过来学穿搭的，那您飘个四；如果是听小姐介绍汽车产品配置知识的，那您飘五；如果是过来看水壶的，那你飘六。我来看看您来凯丽直播间是做什么的啊？右下角小风车点一点。我不行，我要换一个圆的水壶，这个方的水壶有点太那个啥了。哦，真的是这个方的水壶太奇怪了，真的是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像水壶像水桶，才能奔个小康，对不对？欢迎现在直播间的宝，左上角轻车熟路跟凯丽点点关注哈。大家都是来开团的，宝，你在安徽尼亚，凯丽在德玛西亚，怎么跟凯丽开团呢？